我们现在来看这台 Minolta 的 Unimate， 好，那这台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相机皮套，那这个是完整的，原厂哈，这都还可以扣起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原厂相机皮套，这个原厂日本制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相机本身哈，那它这个快门哈，快门正常可动，快门正常可动，那前后。机身皮革都完整贴合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完整贴合。那因为它都放皮套了，所以外观都保持着算蛮不错的，大家自行看一下，外观都保持着都是蛮不错的，然后底部你看因为放皮套，其实底部也没什么伤痕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底片是旁边这边拉开，你看它的这边皮革都有完整，都是完整贴合。然后底片是，大家自行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这个快门，正常动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Minolta Unimate 的这个视频，谢谢。